我就喜欢这种，就是这种白金、白银、黄金的，进的快，一秒就进。不用磨磨唧唧的。那俩人没在呀、啊，打个锤呀、啊。要捡我。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捡刀妹。再看看我们家的蓝。嗯，对面可能在埋伏啊，因为对面就是控制也挺多的，所以我们就不去了。点的干哈？不行就挂机，不行就三分钟呗。KDA。항상최고를추구해。等他出来，先eat他一下，破他一手骸骨。哎。길만알려줘。点，点，点。点点点 AP 英雄找我们打，打什么？没有技能了，我们把线推进去，然后回家。来个小耀光。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给他们点个信号阿卡丽为啥这么不怕死啊吓我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哎这阿卡丽好好狂啊我发现你明明知道旁边有人这真是瞎的，这真的没办法了都。我可去不了啊！期待着的。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不知道蜘蛛在没在我们这个位置。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啊，蜘蛛没在，那可以跟他打一打。모든상황에대비해。一 A Q。哎呀，好好好好，还好还好，差点耗他血，丢我一手炮车。A Q E 平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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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A W 换 Q。闪现走，哎呀，没回上来血，我真身的抠没抠到他，不过还行啊，这波也是血赚，塔下兵他吃不到。
没回上来血，我假猴把他抠了，真猴没抠着。嗯，这样出吧。不用闪，我先凯旋回一手血，我死不了。凯旋回慢了。这边他把闪交了，下边直接再把他杀了。先把线放过来啊。先放线，避他一下，假装打不过。哎，他兵多，其实他是个弟弟。往后拉一点，哎，他好猥琐，他怎么看出来我意思了？항상최고를추구해。我直接一 Q 转起来 ，W A Q 再转，没接个 Q 再 A。我操！这是这个虚缺啊？这波不应该啊！这个虚缺有点高啊。还好银马帮我们把他杀了，可以接受。其实也不是他伤害太高了，主要是我们太脆了。我上波没有出红宝石，我就800多滴血，好像血太少了，800-900滴血。25秒大，薛微等一下，他没血瓶，10、9、8、7、6，他有骸骨啊，这个骸骨挺烦的。不过我觉得有骸骨应该也能秒，稳一点是直接走。OK， 我把他骸骨打了。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发现。差一点点，一个平 A 接个 Q， 他就死了。差一内内，出个这个，这啥意思？后边。
중이다. 난 언제나 최고지. 那野马刚才就应该直接大，看见蜘蛛就直接就大。其实他操作有问题，正常他操作如果好一点的话，那蜘蛛那潘森就死了，他能一换一，自己没玩好。帮他打一个峡谷去。 제압되었습니다.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우주류 봉쇄. 적이 더 많았으면 좋았을 텐데. 回家出三项，潘森可能有大啊，小心点这波。这波薛微是小心点。 快点推，这边剪刀去中了，可能要去下，但是他应该来不及了，我们家都打完了。你如果不上来，我跟你说，你这塔可没了啊。 跟我互换塔皮，那你可换不过我，小妹妹。 我不太敢去他们家红，稍微稳一点。我们家主要是劣势，你知道吗？劣势太大了，七个人头，这红 buff 不敢拿，先来个水银还。 那蜘蛛搁那一蹲，我们节奏就断。哎，这蜘蛛都能六零三呢！这蜘蛛老面了，这蜘蛛。我先过来干他一套。 把他们家中塔拔了，来，先杀潘森，七。
其实应该杀蜘蛛。这银马咱救不了啊。哟，一这有大，我天哪，剪刀妹来了，完了给我们剪了，没事，蜘蛛的人头我们拿掉了，挺好。我决定卖了，买个蟹手。16分钟两件套还行，可以打。把大树给它勾上来。我去找找这大剪子。针眼有一个是我的，他旁边可能有人，没事，试试看啊。这人咋这么懂啊？这还不杀？这还不杀？给他们俩都给杀了！我靠！这么抓人呐，还行啊，小黄毛小金走 ，nice， 小黄毛敢上，法卡利不太行，我决定再来一个红宝石，小龙可以要。这波对面死了几个？死了四个，对面我们二换四。没事，我真死不了，换右的。哎呀，给我血耗的有点多呀。这没法上啊，这位置挺难上啊。我把蜘蛛杀了，小黄毛吃鸡儿了，小黄毛没人杀，不行啊，下波还得杀小黄毛，天哪！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길만알려줘。其实阿卡丽如果刚才有技能有血的话还行，他一点血也没有了。龙给了吧，啊，看机器人他们抢一走。下边我们杀小黄毛。
刷不好刷，玩意儿真幼。浪费了我一个点盐，啥意思啊？我操，打这么快，不行了，不能打了，我这没有多少血了，没有那什么了，没有大了，不能打了。这啥意思这是？哎，不用打呀，我又死不了，关键是，哎，这不必输吗？这。大树为什么要回头呢？哎，我们吃鸡儿了，漂亮！居然没输，我的天哪！这都没输，我们吃鸡儿了。那我就只能把你二塔给你拔了。看来拔不掉啊！溜了溜了溜了。潘森一会儿要跳我了，我得撤了。磨切先吧，先磨切。这波我决定整个秒表。那언제나최고지。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哎，好疼！내가하지。这边没闪现，不好进场啊。可以勾，可以勾是可以勾，但是不能打。小龙，我们地形好吃亏呀、啊！推他们中路线，推中路线，把中路线推过去，这条小龙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做事情。别急啊，这波看看怎么打，兄弟们别着急，先把这蜘蛛杀了。好，潘森白送，来剪刀白送，先把这些白送的给杀了，漂亮。小黄毛是真敢呢、啊、这大树啊，好高，你们上不去我上得去，给我杀。你们打小龙来，我推中。本来以为还需要一个秒表，没用上。
哎呀，打个红的都，把他们家鸡儿都给他打了。杀200块钱赏金，我们1000块钱赏金，回家黑切。来个春哥。26秒有闪，下波开小黄毛。别急啊，阿哈尼，别着急。银马给我往上冲来，我要开了。我直接盯了，来来来，小黄毛，小黄毛，nice， 后边捡着， nice， 打大龙。哎，他们看着我不让我进，我想进个场好难哦，前排全是空子。春哥钱哪去了？2150。把潘森杀了，正好够，正正好好2150。这好像不用回家了，队友打开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潘森收兵不要容易，收兵还用一技能收。哎，给我卸手，给我打出来了。要我说撤一手吧，不推了，不推了。一会儿潘森飞了啊！来个春哥，我们始终保持着这700块钱的赏金。而且我神装了，现在就不怕了。现在他们前排控我，控就控吧，我就硬往里冲。我直接硬冲，我直接硬往里上。他就直接就硬冲，别的啥也不用管，直接往里干。不好意思，装备有点好，大剪刀的那都不好使。买雷姆一只，奎托斯
你来个无影棍吧，